刚才我在背后被人偷袭，那个人还企图从我身上抢走我的证物。那关我什么事？那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少了一粒纽扣呢？一个吃了安眠药的小孩，不可能独自离开公园，那一定是有第三者把小孩给抱走。那他还有别的绑匪啊？这是一个暗示贩卖人体器官的广告。Melody啊，所以你怀疑这个跟琪琪的失踪案有关？ 原创强档《假面2》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试破奇案播出。